好，这个给你，那你慢点开啊，拜拜。哎呀，发现今天没什么信，今天看来有很多事情要做了。大家都知道，平时呢，我经常用的摄像机呢，就是我现在面前的八爪鱼，然后加 Sony Alpha 6300。同时呢，我的常用装备还有现在是多了一个滑板，电动滑板，大疆的 Mavic Pro 无人机，然后还有小卡的相机 Mocha Cam 4K。那同时呢，日后会多两样常用的，一个是 Insta 360，这个我会经常放在车里。但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另外一款也是感觉常用的，可以经常的辅助拍摄一些这个延时拍摄的这个镜头，而且它的搭配非常的合理。在这里，就相当于一个魔杖一样的东西，这是 Uplay 2S 盒子在这里。Uplay 2S 我刚拆封之后呢，发现搭配这个的话非常的好用，因为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平面，比如说我在这里直接可以把它放在这边，马上放手机之后是可以拍摄一个环形的。所以我们平时在拍摄视频的时候，我会经常时不时的想一下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拍摄一些新奇的画面，所以这个东西呢将会日后长期放在我的车里，欢迎新的小伙伴。当然同时也希望日后呢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加入，我说的是这样的小伙伴。然后呢我做了一个小箱子，然后专门放这个产品，一个两个三个 Insta360，这个呢将会放在车里，因为这样的话不会把它摔的。滑板、篮球、羽毛球、拍摄云台辅助，你看。这些所有的箱子的是来自于亚马逊的，来自于一航的，来自于很多其他地方给我寄来的一些包裹的这个箱子。今天呢把它们全部清理掉，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给家里腾出一点点空间来。摄像师呢今天要把他这个车的车牌给找回来，因为在回国的时候他把车牌给停了。稍微等他一下，因为在加拿大开车呢，无论何时何地啊，只要有车你就必须有车牌，必须有保险，哪怕你停在车库里都要有一个停车的保险。但是停车保险呢是不可以开车的，所以甚至连车牌都没有，一旦想开车就得重新把保险续上。我觉得在每个地方都差不多，所以今天在这里等他续保险可能需要很久的时间，但不一定，因为今天下午5点呢要跟 C2 Sky 的剧组最后一次聚会， The last time。刚才摄影师呢从这个办保险的地方出来之后呢，就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的这个保险公司跟他说，你这个车呢在去年因为有一次把人撞掉之后还受伤有一个 claim， 但是呢他完全没有任何记忆，也就是说有可能保险公司搞错了，所以他现在正在打电话跟那个保险公司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有可能是误判，什么事都可以发生。哎，防不胜防呀。这个地方太怀念了，因为上次呢还是在拍 C2 Sky， 那过来领一下我的报税表。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
最近非常好。嗯，我换了新鱼了。来，走。记得。直接去报税的地方报税的就可以。对，行，谢谢谢谢。刘院长不在啊？刘院长不在，他去那个会计师那一块了。妈，有一个谁的弄错了吗？他去找会计师去弄。对对对，然后你再故意留下来，特意留下来等我。嗯哼。导演还是这么给力。那我先撤了，我正好五点约他吃饭。嗯，好，拜拜拜拜。嗯，拜拜。马上上锁了都。那你先工作吧。嗯，好嘞。拜拜。他们好像是快到了。下午充其量就玩两个三个小时，完了往回开。我们约的是五点钟，结果现在五点一刻了，就我俩来了，应该是六个人来了今天，这也太夸张了点儿。啊。这啥意思啊？这是？我没化妆。女忍者呀。不敢，我不敢，没化妆不敢见人。哇、嗯，那、哦、行呗。我一直以为下礼拜五呢，我还是不着急的。行，那行，去干别的事儿去了。就是、啊、一个小时可以了，怕你们不怀疑，所以松开我干嘛？嗯，我手指疼，真的。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手臂肿，肿啊？真的？啊？拜拜，贾斯汀要回国了。我也想贾斯汀了。我不是也要回国了吗？你只拍他一个，啊、你真是。然后三爪也要回国了。对，我要回国了。他俩一块儿回去。对，一块儿回。然后，对。我要回去写作业。好开心啊！又看你哦。那终于吃完饭了，然后今天呢，健身时间又要开始了。今天呢忙到现在呢总结下来就是Cito Sky 剧组的朋友呢基本上从明天开始呢就分道扬镳，就是说Justin 跟 Sandra 呢都回到了国内，然后其余人呢都开始忙碌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整一个朋友圈呢要暂时呢就是有点告一段落的感觉，从明天开始呢也要忙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今天呢算是一个小小的分别，明天开始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在日后的一个月之内呢会做更多的关于这个科技方面或者产品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依旧回归到之前分享生活那种场面上，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 vlog。说实话今天有点小累，我的天哪，我这个板还没装上，我的天哪。